菲律宾，我们在发放大米，咱就知影讲因的穷。那穷啦，现在工又停啦，那不就是雪上加霜吗？所以念到大米啦，他们就很感恩啦。起码呢，他们搬回来的这一包米，可以给他们呢，差不多将近一个月的生活。慈济人呐、啊，看看椅子要有距离，1.5米，就这样，他们呢，摆的很规矩，进行在那走，他们呢，也是前进一步，后进一步，保持这样的领到了米呐，这个队伍呢。都是保持这样的距离。问他说：“累不累啊？”说：“忝啦，但是吼，师傅讲个人私事啦，大众事大，很多人没得吃，我累一下也甘愿啦。我们现在需要的，人人把爱凝聚起来。”爱的效应不只是自己付出，把你的家里的人、你的亲友都把他带出来，需要的服役，爱心也要付出来啦，而且呢，虔诚的心也要把他叫醒过来，